年龄对我不是限制，保持好奇心，坚持热爱，直到今天我仍有一颗少年的心。随时做个新人是很棒的事情，我希望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跟着时代和谐起舞。我一直在等一阵风，机会来了，我要拼尽全力抓住它。这个舞台很真实，我想在这里快乐地跳舞。女人的一生绝不会平平无奇，余生那么长，我想努力一次。30多岁又怎样，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，相信自己，勇往直前。只要你一直在更新自己，任何年龄都是最好的时刻。我不怕失败，我渴望重新站上舞台。我比20岁的时候更美了，60岁的我会是更美更时髦的老太太。也许大家不认识我，但这一次他们会记住我。我想给自己的青春留下一个美好的瞬间，不留遗憾。风浪就是让你去翻越的，翻过去就能到新天地。我们吃过苦，受过伤，有过经历和阅历，依然光鲜亮丽，各自为王。虽然我是菜鸟，但菜鸟也是鸟，它也可以飞。乘风破浪是一场冒险，紧张未知，但是充满惊喜。新时代的女性不需要标签，我们用我们走的路来定义。我不和任何人比较，我是来和自己竞争的。我一直在闯，越不被看好我越要强。我希望能找到一种全新的燃烧的感觉。生命那么短暂，为什么不燃烧呢？人就活这一辈子，如果能燃烧的彻底，就会很过瘾。不要害怕变老吧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拥有一个丰满的灵魂。女人的美不在于外表，而是取决于内心的厚度。我想让我的孩子知道，你的妈妈在舞台上也是可以发光的。我是一个妻子，也是一个妈妈，但是站在舞台上，我就是我自己。遇到强大的对手其实很幸运，这会让你也变得更强。我就是太阳能，无限释放吞噬舞台的能量。在这里，小透明也能成为暴风眼，用舞台实力说话就够了。回归初心，去拼一次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唱歌跳舞我真的不行，但是我想要来挑战自己，让女孩们看到姐姐的勇敢，鼓励她们乘风破浪。